是刚刚的是什么？白新年。瑞芳，瑞芳在没给搞。五月十五号。瑞芳，瑞芳在吗？嗯，快到嘞。下车时，请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热点是七分。二十四，我看一下。双溪，双溪，双溪，二十六次哦。树林发车就没人啊，花莲的第二。那天西桥面的很僵。九点十八分。提车门，如果小明干嘛咱们多多点不点吧。开提车门了。二十六次哦，在北方站停靠，如果小明干嘛咱们多多点不点吧，应该是在接妈妈。用北京号花莲。